我因为我能带了，他说有，后来他抹到那个裤子，他抹到上面去，抹到上面去了，他说带一个，带了一遍没带上去，没带上去了，我不能带，我带不上去，他说没事，能带上去，然后又弄到裤子上，又涂了一下，他又带了第二遍，又带上去了，我说带上去了，我说带上去能不能抹下来，他说能抹下来。刚才试过抹了，这地方肿了还是？这边我是靠骨头，关键我这个地方靠骨头，我首先把这个化妆，你说是不是？那你带着我们不咋了。跟你讲一下，消防官兵他砸的这个，如果他的操作是符合规定的，镯子坏了肯定是不能消防官兵负责。这个讲过了。然后你的如果操作过程中，只要不是他的操作规范以外的事情，如果把你手比如说出现问题，最终是你们两个来负责，懂吧？所有的跟消防官兵没有任何关系。别看了。您走着点，好，这样注意一下。